宋青书，你这个叛徒，害得丐帮名誉扫地，帮助对你下达了追杀令。横竖一死，我宋青书今天跟你们拼了！哎，峨眉派新任掌门人绑宋青书一命，要我们带他回峨眉去。宋青书是丐帮的叛徒。宋青书是我们峨眉派要的人。这么说，你们峨眉派要与我们丐帮为敌了？ 随英六叔回武当，走到半路，想想还是来看看你。师公他们一定不谅解我吧？人都在责怪你，要不是我在山下碰到白眉鹰王，他告诉了我其中的原委，我到现在都还在怪你呢。 谢谢你。你还在想周姑娘吗？发生这种事情。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。那你后悔吗？我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。我娘和我爹虽然不能成亲，但是娘对爹的爱却从来没有后悔过。这要回到老问题了，赵敏、周芷若，他们在你的心中到底哪个比较重要啊？我。 其实你不必回答我。我之所以提亲我娘的事情，是想给你一个借鉴。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不要优柔寡断。就像我，我不愿意充当我娘的覆辙，让自己活在痛苦之中。我会排开众议，为自己去争取。而你呢？其实有时候啊，我还真的挺佩服赵敏的。他很清楚他自己要做什么。 因为他认定你是他的选择，所以即便是在那么多人的压力之下，那么多人的排斥阻拦之下，他依然那么的执着，那么努力的去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。其实，对我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倒是跟你说吧，我觉得我对芷若。 是又敬又怕，可我对赵敏怎么样？我对赵敏是又爱又恨。感情的事情，我不能给你任何意见来左右你，分寸都在你的一念之间，如何拿捏？ 你应该自己做决策。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了。于情于理，我都应该亲自去一趟峨眉山，去跟芷若赔个不是。为人之道，你是该这么做。不过无忌哥哥，你心里得有个底。覆水难收，现在你不可能再要求周芷若对你有什么回应了。
怎么了？觉得有人跟踪。还有人这么大胆，敢跟踪我们张教主啊？走吧。赵姑娘，我知道，我不方便跟你上峨眉金顶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嗯，张公子，我必须要跟你坦诚一件事：你跟周芷若拜堂成亲，我虽然借你义父之名，有意去闹场，是有些过火，但是我最起码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，做了我该做的事。你现在去见周芷若也是合情合理，不管什么结果。我都能接受。大教主光临峨眉，有何见教？丁师姐，我来找芷若。笔派没有这个人。对不起，张无忌求见周掌门人。候着。芷若，谢谢你不计前嫌收留了我。从今天起，我宋青书就是做牛做马，也要忠心的服侍你，哪怕是……你能不能不要说这些恶心的话？是是，你不喜欢听，我以后就绝不再说。宋青书，你给我听着，我收留你不代表我接受你，你最好给我守本分，不要逾越，不然我会叫你死得很难看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小心翼翼，不再惹你生气。丁敏君求见，进来。什么事？啊，回掌门，张无忌有事求见。芷若，你不要过来！你没事吧？你不必假惺惺。张无忌，今天我武功不如你，杀不了你，但我保证，总有一天会超过你的。我立誓要你一箭穿心。你气我恨我，我都能理解，芷若。今天我来，一是要跟你致上诚挚的歉意。第二，我是要向你解释拜堂的那天实在是事出有因的。你不要说了，芷若，这是我心里永远的痛，永远也抹灭不了的伤痕。你今天来就是来故意挖我伤疤的。我没这个意思啊，芷若，你想歪了。过去种种，历历在目，我一直担心。一直怕你会因赵敏而负我，再而三地要你起誓，要你保证。终于还是发生了，我终究是抵不过他，输了，我输得凄惨无比。赵无忌，你
果然是薄幸无良。我对你伤心、寒心，甚至已经是死心了。凤冠珠花已碎，霞披红袍已裂。从今往后，你我是生死不共戴天的大仇人。芷若，带宋青书来。是。宋青书也在峨眉。芷若，你今天如此恨我，我张无忌都认了，绝不怨你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我自己造的孽，我自己承担。参见掌门人。看清楚这个人的脸，看清楚一些。他叫张无忌，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记住了。今天他算是客，大喜之日不沾血腥，以免晦气。大喜？不错。今天我要跟宋青书成亲，要不就留下喝杯喜酒。婚姻不是儿戏啊，芷若，你不要因为跟我斗气就这么草率。宋青书他怎么样？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张无忌一个人才可以让我委身下嫁。可宋青书是叔，他还背叛师门。对，宋青书会背叛天下人，但是就是不会背叛我周芷若。芷若，你千万不可意气用事。宋青书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，与其爱人爱得痛苦，不如选择被爱。张无忌，你给我听着，我不准你当着我的面说我夫君的不是。要不你就留在这里做客，不然你就给我离开峨眉。既然你已做了决定，我多说也是无益了。我张无忌衷心祝福你们俩百年好合，告辞了。芷若，掌门，有人发现赵敏在山下。赵敏。